所以我就先告诉大家今天出席的单位哈。跟随张茂南议员16年的时间，文杰以及团队处理了大大小小近万件的市民陈情案，其中有个人问题、交通问题、市政意见等等。我们把民众遭遇到的不便及困难，透过会刊的方式，要求各局处立刻改善。本案其实已经通城就本市地平下陷的状况，唯请土木技师工会办理损害鉴定。另外，针对本案地平冒水的状况，应该有积极的改善的方式，让流水排出。这段从旁学习协助的日子，文杰深知民众求助无门的无奈，也清楚了解该如何快速有效地帮他们解决问题。对于服务基层累积的经验丰富，我相信我有足够的能力继续替市民朋友们发声，监督市政，为民众服务。16年磨一剑，我准备好了。我是2号张文杰，杰心为你守护未来。